阿姨早。哎，早早，江晨。阿姨呢，想给你打听点事儿。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家小西这段时间有什么不太对劲儿的地方？没有啊。他有没有跟哪个男同学，哪个男同学走得比较近？没有。就是比如说啊，你还在学校里边有没有跟哪个男同学就是话特别的多，然后有时候他们会一块出去玩什么的？没有。跟你说也是白说，你这孩子平时啊这心思都在学习上，哪管了这么多呢？行吧，你去上学吧。啊，阿姨再见。哎，再见。哎，妈在这干嘛呢？快快快，江晨等着你上学呢，快快等半天了啊，去吧去吧。你真的在等我上学啊？没有。就知道。那你跟我妈到底在聊什么？聊天气。什么天气啊？会不会下雪？会下雪吗？会吗？会吗？不知道。那有什么好聊的？咋了？我也有圣诞礼物要送给你。这什么呀？手链，不过我昨天晚上一不小心给编长了，当项链用好像也有点长，要不给你当腰带？那挺好的，还能用来上吊。想给你打听点事儿，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家小西这段时间有什么不太对劲儿的地方？你女儿就没对劲儿过。她有没有跟哪个男同学，哪个男同学走得比较近？每天都靠我很近。就是比如说啊，你还在学校里边有没有跟哪个男同学就是话特别的多，然后有时候他们会一块出去玩什么的？本人。跟你说也是白说。你这孩子一门心思的都在学习上了。那你还问？上学吧啊。阿姨再见。哎，妈在这干嘛呢？哎呀，快快快，江晨等着你上学呢，快快等半天了啊，去吧去吧。你真的在等我上学啊？没有。